我就唔係好緊張，不過我就好開心咯。我今日攞唔到獎，唔代表我唔好嘅。工作係我嘅生命嘅第二。一個咁偉大嘅 show， 事前梗係做足準備功夫啦。晚最遲到場的就是阿妹姐啦，可能她搞那個白髮透視妖女裝比較花時間啦。另外樂壇天王巨星張學友到場，亦引起光迷起哄啊！哇，你今次嚟呢班一個梅艷芳同張學友呢兩位貴為天王天后級的大忙人，昨晚他們除了要做頒獎嘉賓、應付記者朋友影相之外，仲好勤力咁樣抽時間對稿，認真好認真啊！咁啊系啊，即系讲到张秀明啦，我手唔代表我手艺人啦。系啊，上演招路都系一个问题。咁多啫，头先我有啲人都唔代表我成日点错噶嘛。有啲话点错啊？晒呢一批另类得奖者啊！但系啊，好似讲嘢都唔同啲噶。嗱，除咗 Jackie 啊，嗱，仲有一位天王巨星咧，大家都好关心嘅，佢就系全场瞩目嘅梅艳芳啊！嗱，你睇佢今晚件衫几咁特别啊，唔知佢近况系点样咧？妹姐啊，今日嘅打扮咧，系咪即系某啲形象设计师帮你设计咁噶？冇噶，自己谂噶。系啊。你自己都可以攞翻个奖喎，咁点噶？即系奖。咁喺嚟緊咧，裏邊即係會做啲乜嘢，或者自己有啲咩計劃咁咧？五月中會拍戲咯。嗯，係拍咩類嘅戲啊？算係時裝嘅喜劇。啊，咁樣有少少喜劇成分喺度嘅咁啊，即係其實相信嗰啲影迷咧都好關心你嗰啲即係人生嘅。譬如話即感情方面又點樣咧？即係感情有咯，冇乜勉強啊！但係工作上，我覺得自己又已經有一個滿足感。好啊，咁樣都係衷心祝福成龍大。金像獎頒獎典禮終於都圓滿結束，不過仲有好多嘢都未完結噶噃。台上出現一幕幕感人場面，咁台下依然有一幕幕嘅温馨。台前幕後所有工作人員都即刻飲翻杯香檳，唞下氣先。當然仲有得獎嘉賓，大家互相慶祝，咁又耳語一番添。個 show 咁成功，咁大會師子華同阿君如似乎好感動喎。咁佢哋對於首次合作感覺又係點咧？嗱，今次咧可以話咧，你哋就話第一次合作做呢一個師姨啊嚇，做完咯喎，做咩啊？我感动啊！点解感动咧？因咩事咧？我得到个最佳师长，好嘢！就系吴君如。好啦，咁其实你哋咧就今次第一次合作啊，有冇啲乜嘢大踢爆咁样啊？可以讲翻出嚟。嗱，兄弟唔喺度，兄弟唔喺度，讲下佢先啦。其实好惨啊，兄兄好惨。咩惨咧？佢以为我哋唔理佢。怎會沒稿的？是不是你找不到啊？不要說那麼多了，快點去隔離高級酒店的慶功宴度吃些東西落肚先。啊，得獎者固之然慶祝啦，不過落選者都很有風度，依然參與支持勝事。那些嘉賓對於菜果又滿不滿意呢？啊，對於今次的菜果有沒有說誰獎呢？令你為什麼他拿這樣的感覺呢？那當然是這個最佳女主角。真係實至名歸嘅，即係佢實在係好演技，所以我衷心地唔係口服心服先至啊！你話十裏邊係我攞唔到咋？你話幾弊咧？因為一路我都睇好莫文蔚嘅，咁樣係啊！我中意佢，因為我第一次見佢嘅時候，我聽佢唱歌。換言之，蔡哥好滿意啦！我好滿意，因為我證明咗我眼光好啊嘛！會唔會話自己有少少失望咧？唔會啊，有提名好好嘅。我自己係個人最中意嘅咯，咁佢贏曬咪只高興咁樣拍手。梅艳芳，而且梅艳芳呢，最近呢，她出席一个这个香港金像奖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她这个造型是一个白的假发，另外她在这个睫毛上面贴上了羽毛，也就是她的眼睛眨巴眨巴的时候呢，就会看到那个毛刷刷刷，对，这就是她的这个新造型，她也是非常的会变化。那么至于这个造型是怎么做出来的呢？我们就来听听梅艳芳怎么说。
在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，梅艳芳那袭紧身透明衣以及有如白发魔女般的发型，虽然堪称是会场中最抢眼的造型，却也惹来一些不识大体的评语。那梅艳芳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如此的打扮呢？ Okay. 我那个形象今天很奇怪是吧？其实没有得卖的，那个假的眼睫毛呢是自己做的，买一些毛呢自己剪，然后自己做的，慢慢弄上去，所以呢比较重现在，因为有几层的。那头发呢就是假发了，当然可以买到，不过这个是在法国买的。我今天为什么做这个型呢？因为我想了很久，我不知道做什么型才好。因为其实什么样子的服装我都穿过，所以这个型比较特别吧。其实我想这个艺人的求新求变一直需要很大的勇气哦，尤其是像我做造型已经做到有点高处不胜寒的境界，你知道每天我都很怕说这样不够特别。我想问我們今天颁什么奖？今天我們將會颁最佳的电影主题曲，就不是导演主题曲啊？不是导演，我搞错了。不是，我想搞清楚而已。阿妹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們今天到底是颁什么奖？我哋今日要颁咧就系最佳电影嘅主题曲嘅，因为你每一首嘅电影主题曲咧，其实喺部戏入边咧发挥好大作用嘅。唔系，你谂清楚啲啊！我哋今日究竟颁咩奖啊？喂，你而家谂住咩态度啊？你系拍金进证啊，定系你而家考我真系唔记得喎？唔系，我再讲，今日我哋系颁呢个最佳电影嘅主题曲 ，OK？ 咪真系啊嘛，系嘛？就咁，我想问一下，即系我想搞清楚啫，因为我见你整到即系咁样啊，即系咁样，点解搞成咁嚟颁呢个奖嘅？有咩唔妥？有咩唔妥？你仲好讲，即系用心良苦，大家明唔明啊？我呢个头，等阿张生请饮啦，等到一夜白发。看到我的眼睛黐晒啲蓝嘅毛喺度，即系呢个用心良苦。我除咗上嚟即系颁奖之外，其实我都系候选人嚟噶嘛，头先。我惊我自己喊啊，攞唔到奖嗰阵时候，咁就唔好睇啦，系嘛？咁咪冇眼睇啊，黏晒啲嘢喺个眼度，等啲大家见唔到我，我又见到你哋，咁咪算数咯。哦，咁我明白。所以而家大家明白我点解要蓝嘅毛？即系我真系想搞清楚，因为我惊我搞错，因为堂妹咁样上嚟咧，我以为佢想颁呢个最古怪嘅形象设计奖啊嘛，系嘛？啊、我哋而家俾人听提名啊嘛！啊，俾人讲嘢添，我得。荣获提名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有，相信大家咧欣赏完咧，非常之精彩嘅提名啦。咁啊，因为节省呢个节目嘅时间咧，喺你欣赏紧呢个提名嘅时候咧，我已经偷偷地开咗呢个信封啦。使乜节省啊？头先个人啊，一分之下要我拉长啊，你就 cut 晒人哋啲稿嗰啲嘢，唔俾人讲。得唔够时间啊！而家要拉长啊！阻碍大家嘅时间啦，所以头先我喺你哋睇紧时候，我已经开咗个信封啦，费事慢慢。你预咗三个钟头咁啊，呢个 show 无端端一个半钟，五点出街啊！就系啲嘉宾系咪 cut 短晒唔俾讲？得未啊？睇唔到啊！好啊！第十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粤电影歌曲得奖者系。完全因你作曲 Alexan 填词李敏主唱彭玲
我想我要代表导演韦家辉啦，主唱彭玲啦，作曲 Alexander 啦，同埋监制同埋 EMI 唱片公司，多谢大家。而我好多谢每一个俾机会我填词嘅人，多谢。